这两首，这首诗也是这样，你看，金樽清酒斗十千。我在这里说一下，金樽大家好懂，对吧？酒杯是金的，非常贵，好贵。酒是清酒，也是非常贵重的酒。我跟大家讲过，唐朝人一般的人是喝的浊酒，因为他醪糟过滤不纯。唐朝人是凉酒，和我们今天的烧酒不一样，听懂了没有？我们今天的烧酒过滤的非常纯，完全把酒精提纯了，应该像白水一样的。你看和茅台、和五粮液、和随便什么鬼，我们黄河楼那一点渣子都没有。所以他那个酒是纯酒精浓度很高，越放就越香，越放就越香。我们今天喝陈酒，只要有一点浊的，有一点昏的，它里面有渣子，一放就怎么样啊？酸，大家能够理解吧？所以古人说浊酒不是好酒，清酒是很贵重的酒。你看金一点是金樽清酒，多贵大家知道吧？斗十千，每一斗要10000块钱。但李白说的话那是极度的夸张，李白老人家的狠的话你信一半就行了，听懂没有？金樽清酒斗十千。另一边是什么？玉盘，盘是玉盘，樽是金樽，盘是玉盘，酒是清酒，菜是珍馐，那贵得要死。你看每那个菜值多少钱了？10万钱。你看金樽清酒斗十千，玉盘珍馐10万钱。接下去要是一般的人写，就是要大吼一顿，听懂了没有？我们就觉得他肯定要痛快的潇洒走一回，对吧？你看他突然一转，停杯投箸不能食，把剑四顾心茫然。他在内容上，在情感上突然一转斗转，但在结构上也有联系，大家注意到了没有？停杯仅存前面那个金樽，看到没有？投箸就是筷子，仅存前面的什么玉盘，看到没有？你看，你以为，大家注意，你以为金樽，他以为他要喝，那个他马上把杯拿起来又怎么样啊？放下去。筷子拿起来没有？拿起来了，怕不就是没有放下，就是怎么样啊？是把它扔了。停杯投箸不能食，突然一转。更要命的是下面一句第四句，把剑四顾，你何是人？想要杀人的，突然一下子他，那突然把剑啪捅出来，捅出来，非常的茫然。把剑四顾，心茫然。他把那种失败的英雄，对吧？那种悲剧性的英雄写的实在是淋漓尽致。把剑四顾，心茫然。他那个显然，他受了暴躁的新楼兰的影响，记不记得？对岸不能食，把剑急住长叹息。丈夫身世人几时，安能叠谢垂羽翼？弃置罢官去，还家自休息。记得吧？朝出与青池，暮还在青舍。记不记得？自古圣贤尽凭剑，何况我辈姑且执。哎，学了就要背了，听懂没有？不能都还给老师了，听没有？对岸不能食，大家想着，大家注意这点，有一点继承关系。停杯投箸不能食，把剑四顾心茫然。为什么茫然呢？就是人生无路可走，不知道要怎么办。为什么？你看他底下写无路可走，欲渡黄河，用船渡黄河，渡过去了没有？冰塞川，走水路不通，那么就走楼路吧。江灯太行，又怎么样啊？雪满山。我告诉你，这才是写到了人生的绝路。我一般的，我的情感，我年轻的时候很痛苦，头发都搞白了，我现在真的我学会了避免人生的很多矛盾，避免很多人生的痛苦。我不想搞得那么崇高。如果你生命力很强悍，我认为应该体验一下人生的悲剧性的东西。如果你生命力不强悍，我就觉得绕着矛盾走，我觉得比较快乐，对吧？反正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当个什么伟人，我总是告诉他，学会原谅自己，
你要错了，哪个地方没有搞好，犯了错误，吃了亏，就告诉你，告诉自己说，世界上很多人都是要犯错误的，你人生就比较快乐了。我也希望你们学会这一点，李白我认为没有学会，这个家伙你看他写到绝漏，人生欲斗黄河冰塞川，江灯太行雪满山，他正面写什么东西？行漏难，他正面写行漏难。你看这怎么办呢？无路可走怎么办呢？他突然又来了一句，闲来垂钓碧溪上，户户乘舟暮日边。真是要人的命，你搞不清楚他为什么来了这两句，听懂了没有？他刚才没有漏走，一点漏走都没有了，他突然峰回漏转，他突然又有漏走了。你看我有时候家里想，你读李白的很多诗啊，你就觉得天才和常人之间真的是有点不一样，他的很多想象跟我们真的是不一样，他跟很多诗人不一样。比如说李白这个诗要去高考绝对是不及格的，老师说怎么样了、老师说过渡不完整，听到没有？因为他之前没有过渡，对吧？一点过渡都没有。我们总是要搞一个句子，老师教的你要过渡，对吧？李白一点过渡没有，古人叫斗转，斗转。斗转，有的人叫翘折。翘折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就像一个，我来浪费一下，就像粉边啪，像这样的，听懂没有？它不是很柔。比如说女孩子的肩，我们 古人说肩若削成，很圆滑的下来了。如果有个男人的肩若削成，像这圆滑的下来，优美的曲线固然有了，男子汉气概也没有了，听懂了没有？他真的是不一样。他斗转想得非，就是又叫翘折，想得非常的有劲，非常的刚烈，非常的有力，非常的有力。你看闲来垂钓碧溪上，他引用哪个的典故啊？禹上，姜太公钓鱼，对吧？说姜太公禹上这个老头子，在没有成事之前，时来运转之前，就不是在攀溪垂钓这个老头吗？还有那个鬼伊尹，后来当了宰相的伊尹，他原来不也是个平常的人？他不过夜晚做了个好梦，说自己坐船路过太阳和月亮旁边。我再顺便说一下，古代人往往把皇帝比为太阳，把皇后比为月亮，听懂了没有？我们现在把皇后比为月亮的没有，但是把领袖比为太阳的还有，对吧？东方红太阳升，对吧？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，这是传统的一脉相承。他说户户乘舟暮日边，这两句是说人生无常，难得我李白，难得我李白又不可能东山再起呢，好像又有漏走，他又神气又来了，听懂了没有？刚好神气来一下，啪，又跌入万丈深渊，没有路可走。大家注意到了没有？行漏难，行漏难，多栖漏，今安在？我的漏又在哪里呢？又搞得没有漏走了。大家注意到了没有？失了门，绝门了，没有漏走了。没有想到他突然又有漏走了，乘风破浪会有时，真是要人的命。不知道是怎么又来了，乘风破浪会有时，只挂云帆济沧海。哎呀，实在是写得太好了，一波三折，古人叫的。这首诗真的是典型的一波三折，起落起落起落，写得实在是太漂亮。他在结构上写得太漂亮了，豪放奔放，那种奔放的激情，完全不受控制的激情。我在这里和大家聊一下李白的这些诗歌中间，我认为他表达了很强的那种非理性的一些东西，纯情感的一些很多东西，他表现的淋漓尽致，完全是我们刚才说的，我是说要写意识流，对吧？
你把那个鬼东西不知道，也不是意识流，我不知道叫什么流，反正是抖起抖落，啪啪啪啪不断的跳跃。你把就像一种火，它的生命就是一滩火，熄灭点着熄灭点着。我觉得李白是一个痛苦的灵魂，他是一个痛苦的灵魂，非常的痛苦的一个人。你看在这首诗，就是这么短短的几首诗中间，他一下发烧一下冷，一下发烧一下冷，一下发烧一下冷，哎呀真是要人的命。那么这首诗大家可以，他把他那种豪迈奔放那种飘逸的激情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在这首诗中间，这里包括我讲的三首长诗：《将进酒》《行路难》《仙舟谢眺楼》《饯别教书属云》，大家最好要起来背。还有《梁园吟》，记得吧？四首诗大家最好要背，最好要背。那么我们讲了他的七言古诗的章法，我们再看看他的解句的章法。章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结构，我们看看它。那么李白的解句的章法也有很大的特点。李白的解句的章法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他一层层的向下推进，他很少像杜甫的解句这样使用平行的章法结构，他的后一句总是前一句的推进和引申，他的后一联总是前一联的推进和引申。杜甫往往把四句都平行起来，你比如说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，沧海西岭千秋雪，人伯东吴万里船，他的结构啊就是平行的。李白往往不平行，他总是后句是前一句的推进和引申，总是把你的想象带向远方，很多诗都是这样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，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那我们再讲一首他的代表作，就是赠汪伦，好像小学课本上有，对吧？是小学课本上中学课本上小学课本上有，我们今天年级生还来学一遍。我们看李白这首诗：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，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我有一次在读了这首诗，我往往夜晚上读诗感觉最好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，大家看我喝的这个茶是台湾的洞顶乌龙，我特别喜欢喝台湾的茶，因为它的农药残留最少，我还是有点怕死。夜深人静泡一杯好茶，再把书摊开，读那些唐诗，读那些宋词，读那些庄子，哎呀我觉得人生其乐无穷。有一天夜晚我读了这首诗，突然感觉特别好，好的没有办法的好。我就写，我说李白实在是太幸福了，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写，他写了好多像这么好诗，我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要写这样一首诗他就永垂不朽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你看他写了这么多，而且我那天因为还特别羡慕汪伦，我们老奋斗老奋斗也不能永垂不朽，那个鬼汪伦一个鬼农民居然就搞得永垂不朽了，对吧？你看李白到桃花潭去玩，汪伦听说李白来了，他是李白的粉丝，他比较会酿酒，他老人家就不断的酿酒给他喝，大概了两三天每天都送新酒给他喝，听懂了没有？酿新酒给他喝。我刚才说了唐朝人喜欢喝新酒，不喜欢喝陈酒。喝了酒以后，李白就想对他表示一下感谢，就写了这首诗。在宋朝一个叫李其贤的人说，汪伦的后人还保存了这首诗的原籍原稿，后来就没有不见了。我估计我们的保存技术也有问题，对吧？这首诗汪伦这个家伙实在是太幸运了，
就是拿这几杯酒就搞得它永垂不朽，对吧？永垂不朽。只要我们还在使用汉语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唐朝有个叫汪伦的农民，对吧？而且他很崇拜李白。好，我们看看李白这首诗，这也是一首送别诗。不同之处就是，不是李白送别人，而是别人怎么样啊？送李白。汪伦是送者，李白是行者。我们看看这首诗，他一起笔就写得好，而且只有李白才敢这样的起笔，只有28个字，他一起笔就说李白沉舟将欲行，他把他的大名搞出来，对吧？你很难找到，我找了好多，很难找到像李白这样写诗的。你看我就不敢这样写，待将夜沉舟将欲行，那就不像诗，你知道吧？李白的诗歌，它是这种绝对的天才的美，不可模仿，只能有一，再不能有二，不能有二，写得太好了。李白乘舟将欲就正准备要走，大家注意，他是坐船要走。李白乘舟将欲行，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人来送他，因为他和汪伦毕竟是萍水相逢，谈不上朋友，对吧？他根本没有想到有人要来送他，这就是我们的徐志摩说的：“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对吧？我轻轻的挥一挥衣袖，作别了西天的云彩。”他根本都没有想到有人要来送他。这首诗是欲养先抑，欲养先抑。我们到每到一个地方，讲学、旅游、看朋友。临走之前总希望有人来送他，来送。反正我是这样的，我这个人有点爱热闹，我总还是喜欢，你要说我爱热闹也谈不上，反正我有点爱面子，哪个我要到哪个地方去了，我总走的时候希望有人来送我一下。比如说郑州如果请我去讲课，讲完了他们副校长或者他们系主任说，大家说今天夜晚你好好休息，明天早晨我派车把你送到飞机场去，我肯定要客气一下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我说这几天真的麻烦你们了，别送了，明天我打个底直接到你们飞机场去。如果这个系主任或者副校长或者是哪个领导真的有毛病，说真的你不要我们来送，那我肯定气死了，听到没有？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人同此心，真的是欲养先抑。说李白乘舟将欲行，他正准备要走，根本没有想到有人来送他。忽闻岸上踏歌声，那个忽闻就是前面没有准，根本没有料到汪伦会来送他，所以才有了这个忽闻两个字。忽闻写出了什么？意外的惊喜，对吧？突然的听到了有人来送他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我来做个样子，你们看看，踏歌声的原来的意思是这样的：来边唱歌，来边唱歌，边用脚打节拍，那叫踏歌。来，这里面的踏歌是什么呢？就是边唱边走，听懂了没有？我在华师工作了好多年，现在20多年了。我一次都没看到在我们这个文学院门口有人踏歌的，我一次都没看到过，我感到很遗憾。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都不踏歌了。我在农村呢经常听到踏歌声，农村里你看农民从田间归来，对吧？他唱京剧、唱丑剧、唱汉剧，每一句都唱得走腔走调，但是他唱得有板有眼，大家说是不是这样？你在华师很难听到有人踏歌，我估计大家不自信啊，环境不好吗？那我不相信，我觉得主要是我感觉到主要还是不自信。好，大家注意，走到这个地方我是一天夜晚才发现的，李白违反了人之常情。你看哪个人送别人是用唱的歌去送的呢，对不对？我就想我如果一个北京的同学，我们好多年没有见，20多年没有见，他突然到武汉来，在广州开会，
突然在武汉下火车或者下飞机来看我，我们几十年没有见，他来看我，那我肯定是热情的没办法，高兴的没办法。我觉得大学的同学最珍贵，读研究生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的感情就断一些，断一些的原因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可能年龄大了，人家有机心，对吧，有戒备，年龄越小交的朋友就越真切。读研究生的时候和同学们之间的联系的主要我觉得是联系少了，我原来读大学的时候这一个寝室的七个人耳鬓厮磨，对吧大家不要想歪了你看在一起吵架，在一起打架，在一起争论什么啊，很有感情。好，来了，跟同学们说，我就跟我太太说，这是我大学的同寝室的兄弟，要好好招待他。第一天我太太特别高兴，把他引到东湖归元寺。第二天我的太太比较高兴。第三天我太太就说，你们这个鬼同学真是烦死我了，我天天要上班还要陪他。我说啊，你别叫啊，他是我的好兄弟，你要得罪他我不饶你。好，到第四天他就说，小戴在餐桌上说，这几天真打扰你们了，我明天要回到北京去。我太太心里高兴死了，听懂了没有，他表面上肯定不这样说，说你们兄弟们几十年没有见，怎么这几天就回去了，不行，至少要晚一个星期，听懂了没有，大家说是不是这样，人之常情是这样。我那个同学说，不行，我北京有课，星期五有课，好不容易几经挽留他不行。我太太就买一点水果，我心情沉重的样子，把他送到火车站去，听懂了没有，上了火车以后依依惜别，听懂了没有。如果说他说，小戴我要回去，我太太说，哎呀了，他真好，我真是高兴死了，我现在就是把你烦死了，那就叫小戴唱着歌把你送回去吧，他下次就不来了，对不对，是不是这样。你看这首诗，他说忽闻岸上踏歌声，他的诗歌大家注意，他即使是在四句诗中间仍然是一波三折。李白乘舟将欲行是意，注意到了没有，忽闻岸上踏歌声是扬，他根本没有想到有人来送他。大家注意他写的特别的好，他为什么写李汪伦是踏歌声来送他，我刚才说的是所谓的有修养人的感情，对吧，是那种经过了张点的感情。怎么说吧，就是楼梭说的，天然的东西样样都好，一经人的修饰都变糟了。我刚才说的感情是经了人的修饰的感情，对吧，大家都知道楼梭他特别的强调自然的天然的东西。我原来对楼梭特别崇拜，我读本科的时候没有读他的忏悔录，读研究生的时候读完了，读了以后很激动，现在我觉得楼梭这个家伙可能还是有一点问题，我觉得他太偏激。我也建议大家读他几本书，楼梭有一本书科学与艺术，他把科学和艺术毁灭了人的天真，使人变得堕落，他论述的淋漓尽致，大家回去看一看。据说他伏尔泰得了那科学的与艺术以后，伏尔泰说得大著不胜感激，他说得了先生的大著以后，我真的想放弃两个脚行走，重新回到四只脚爬行的地步了，对吧。据说他那科学人艺术得完的学，这是一本他获奖的一篇论文，他是应征获奖的论文。据说他获了奖以后就把他身上的一块手表扔了，表也不要。我觉得他搞得稍稍有点偏激，有点偏激，但是他老人家推崇自然，我觉得还是必要的。忽闻岸上踏歌声，为什么是这样，汪伦是个农民，
他爱李白，听懂了没有？他是李白的粉丝，李白让李白来就高高兴兴的来，走就怎么样啊？高高兴兴的送他走，没有我们这些矫揉造作的依依惜别，听懂了没有？他而且还有，从这里可以看到汪伦和李白之间有某种共同的东西，这是两个洛天派，听懂了没有？所以才成了一对王行角，两个洛天派，一对王行角，所以写的特别好。他写出了汪伦的什么真率，对吧？写出了汪伦的感情的真率的东西。真率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李白激动的没办法，他又一转，桃花潭水深千尺。大家注意，他在转的过程中间又有承接，桃花潭水深千尺，在结构上是仅承第一句，他的船停在哪个地方啊？停在哪个地方啊？桃花潭，不及汪伦送我情，仅承哪一句啊？注意到了没有？第二句，大家看懂了没有？他在结构上是环环相扣，但是他又在转，不断地转，不断地转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本来就够深的了，要是一般的诗人就写成了什么恰似汪伦送我情。大家注意了没有？可以说99%的诗人就写成了恰似汪伦送我情。但李白就是天才，听懂了没有？他突然桃花潭水深千尺已经够深了，他还要怎么样啊？转进一层，不及汪伦送我情，这叫转进一层，转进一层。这叫转进一层，桃花潭水深千尺，要用恰似汪伦送我情，那就是反语，就比较虽然漂亮，但不是特别了不起。他突然来两个字，不及汪伦送我情，又推进一层，层层的向前推进，他的结构实在是太好了。怎么样说吧，我觉得诗歌一个这种东西，情感、想象和语言最重要。李白实在是太漂亮，写得太好，他突然的推进一层，在这点所有人都没有看出来，那个清朝的沈德潜看出来了，他说若说汪伦之情比如滩水千尺，便是寰宇，妙景只在一转泛间，这个评语太好了，这叫天才，只有天才的人才能够识别天才，对吧？你看他写的太，如果说恰似汪伦送我情，很多人写得出来，但不是说所有人都写得出来。我告诉你，李白的比喻，我们说现在总是说举重若轻，顺手拈来，对吧？只有李白做得到，在古今中外，李白太了不起了。他那个鬼船就停在桃花潭，听懂了没有？这叫顺手拈来，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他的比喻想象之丰富，举重若轻，他的语言也是举重若轻。他讲关于语言，我还要专门讲，我和大家讲李白的比喻丰富自己，有的是夸张自己，而且你写的全部用力，你觉得李白的诗歌一点力都不用。你看那个余光中先生很有点不佩服朱自清，他说朱自清先生那个鬼散文写的个什么鬼名堂，写来写去就是一个比喻，像刚刚出浴的少女的肌肤，除了这一点以外他再就找不到第二个比喻。当然这也太夸张了，但朱自清先生的想象力不太丰富，我觉得这是个事实。他有对语言有很高的敏感细腻，但是想象力不丰富。你看我们讲的这几首李白的诗，每一首诗的想象就丰富自己。抽刀淡水水更流，
举杯消愁愁复愁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桃花潭水深千尺。没有哪个比喻，没有哪个想象不是绝顶的漂亮，而且是不可重复，你简直没有办法模仿，没有办法模仿。明朝人周进他说，独雕不琢，天然成像，与从自情发出，故妙。周挺说，上者白痴无知，下者清辉无影，此诗之谓语。他说左一模拟变丑，我觉得讲得太好了，一模仿就丑。李白这种诗风不可模仿，李白乘舟将欲醒，只有他写才对，说大家也乘舟将欲醒就丑，不可模仿。他是种天才的极致。我们今天讲的章法，从章法上来看，李白的诗歌豪放飘逸。我们下次再讲语言，也讲章法，讲语言，讲他的情感。